小时候，其他小朋友都会很羡慕我们，说我们好幸福，从来都不缺玩具。1993年，我父亲在东莞成立了东莞信约实业有限公司，主攻玩具的开发、生产和销售，制作小朋友玩的东西。我们不敢马虎，用严于国际的标准管控产品的质量，是当时国内首批用动漫形象做授权玩具的公司，研发了一批伴随小孩子们快乐成长的玩具。永州临近粤港澳大湾区，地理位置优越。2012年，在朋友的牵线搭桥之上，父亲在南山开始投资设厂。后来我和哥哥毕业之后，也跟着到湖南打理公司。每一次相关部门负责人来我们这边考察调研的时候，让我们有什么困难都一定要开口，好像一个老朋友一样，让外地来的我们心里很踏实。现在我们把生产的总部搬到了南山，集团厂房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，员工2000多人，其中90%以上都是本地人。永州信约玩具产业城建成之后，通过我们在湖南的成功经验，吸引了密城玩具、农昌科技等一批玩具企业先后入驻南山，大家都相信在湖南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。我现在担任香港青年联会的副秘书长，也是湖南省青年联合会的委员。未来我会发挥自身的优势，为我的第二个故乡湖南的发展贡献我的一份力。我是梁玉敏，我哋喺湖南几好。